欢迎收看完全娱乐，今天不得了啦，等过年特别节目是不是，今天人真的非常多，现场整个 energy 整个带起来了，对 energy 的感觉，而且我们今天两个人站在一起，因为今天我们是有女主角的，欢迎女主角。女主角，我第一次旁边没有人，你干嘛把我们跟你们隔开啊？还是我是来宾之一？芭比不是人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说，通常我旁边会有主持人跟我一起。Okay, okay. 今天就是这样隔，表示我是来宾之一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你这样说也对。Okay. 没有，我今天算是因为要向 Energy 致敬，我今天就算有点小小评审的感觉。对，我来看一下这些，很严格。想说评审就凭什么？谁凭什么你忽然变成评审？哇又啊！没有，身为 Energy 铁粉，就是。要那种致敬团队，就想说，看他们要带来什么样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不好，我们今天到底有哪些来宾呢？好，先欢迎我们的 Vera， Vera， 还有我们的陈优，还有我们的 Saturday， 今天这个阵容太厉害了吧？而且人数这么多，现在陈优想必是开心的吧？很开心啊！旁边小鲜肉这样包围，哎，休想要降那个年龄层哦！你们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，你们是姐姐了，其实没有什么差别，真的。对啊，而且你们好像小时候就长这样，都没有变。而且这样的能量，不然你讲就出道很久了。哎，今天这整个都是很有 energy 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到底知道 energy 是谁？哎，对啊，你们我要随便拷问哦，随风几岁？25，25有听过 energy 吗？有，随便说出他们演的三部戏，三部戏啊，太难了，太难。Energy 只有演过一部戏《米迦勒之舞》。对，他们全部人演的就那部，后来就是各自的，对，各自展开。真的，哎呦，真的，今天玩的玩的。好，那 Energy 的手势动作是什么？好厉害哦！我们是，然后他们有一个手势。蔡正看起来好像知道。我也觉得他应该会知道。Maybe 是类似一点这一种东西。什么？你是演员？是吗？什么？我们是 Energy 是吗？你帮他的手势。现场没有人知道吗？但其实我可以分享一个关于 Energy 的故事。哦。对，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是在牛奶的街舞教室长大。哦，对对，老师。所以牛奶知道你是谁吗？我不知道他现在还认不认得我，但是是在叫做 Showbiz。哦、oh, ，OK， 对对对 对, 对，牛奶是那个舞单嘛，所以你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？对对，手势的部分，我不知道手势是什么。哎，这真的是要老铁粉。真的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Energy， 是 Energy 最瞎的舞蹈团体。当年这么流行的手势是 Energy， 对啊，就被他们比出来，就是一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对，一最瞎的舞蹈。但我想问一下陈优啊，不要假装不知道这件事。陈优，你们应该是有追过吧？还是没有？因为没有追星的。我们知道 Energy 是因为要上这个节目才知道。你少在那边当什么晚辈啊？出去。没有，陈优那时候应该是追 SHE 的啦。对 对, 對，那时候知道是女团比较。但我那时候很喜欢 Tolo 哎。哦，你说那个自己要离开团体的那一位？不要这样子。不是，我很身为铁粉，那当时真的是会。你是要聊一集啊？好，你对他们的，我先坐下来聊一集。所以他今天才自己站在那啊。不过之前你们比原子少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昆达是达哥是我们的导师，对对对。然后也他非常照顾我们。但那他没有当导师之前，你们知道 Energy 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哦，那边都不知道嘛？知道。抓到。所以那个时候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他就是算是团体还没有在运作的时候。是。那个偶像感给你们的感觉是？他那个偶像感，你们承认吗？永远不会熄灭的感觉。哦，永远不会熄灭啊！对，就是他一站出来就觉得哇，真的是偶像哎！哇，不管有没有在团，因为他那个时候记得一开始出来他就直接放手，对，直接出来，然后又有一点那种。他对，他穿那种冬装，对，我们猜测今天有致敬，我们有致敬，有东西吗？有东西吗？有网装里面，那个重要的部分会不会是会透那个网子出来？有啦，有贴啦，很透的，不是在摄影棚比较冷，我怕他。但我们要先跟大家说，就今天 Energy 是真的不会来到现场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但我所以我也不懂宇宙今天为什么里面要穿这么露，不是？他很难得穿衣服穿那么少，打开一下你里面穿的是什么东西？对啊，这个是直接我干嘛没事打开？没有，
心，没有，他已经是最大胆，他是露侧乳，真的很猛，那个衣服挖只挖侧乳的部分。我就想他们还是会看到一些片段，致敬就是那个偶像，还是要盛装打扮，就是粉丝还是要就是致敬他们。就是、但是真的他是真的铁粉，然后铁粉到竟然跟偶像一起拍床戏。好紧张啊！对，就是当时，当时我真的也是吓到，因为那时候试镜女主角，然后知道那个男主角是昆达的时候，我就是毛起来试镜，就我今天一定要得到这个角色这样子，然后就非常的幸运。你有假戏真做吗？真做不能说。哎，没有，就是真的，当然是要投入那个情感去爱昆达，而且也不用太去那个，就是假装本色出演，本色直接，因为昆达那时候状态维持得非常非常好。哇，对啊，然后就觉得其实还是很开心啊。然后，但我有跟昆达承认一件事，就是我当时爱的是牛奶。他既然没有去练舞，然后是昆达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比较爱团体里面的团长。哦，对，所以我是那种团长魂这样子。你自己也当团长。哎、欸、对啊，是这个意思、啊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牛奶这样子，但没事，我还是爱昆达。啊 ，OK， 都爱都爱。但今天这次他们也接下来也要复出了嘛，嗯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跟他们致敬，那大家都有准备表演，很激烈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让宇宙看一下能不能感受到他当时的那个感动。那首先是 Saturday 要带来表演，是没错。在表演之前，可以先告诉我谁是饰演牛奶的角色。有要分配吗？我没有分配，我怕他要看比较仔细，看到这么细啊！看那个站位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了，直接欢迎 Saturday 带来的 Come On，Come On。你是男子汉，不是我刚刚在台下看的，真的很开心。那个过门，那个鼓一下，哇塞，经典到不行。那个回忆都回来，在那个现场，那个看 Energy 在跳 Come On 的回忆都回来了。真的，你在现场看，对不对？有，我就追星追到千场。刚刚他们的表现的非常，有他们还有教我刚刚教他们的手势，是是是是。但是真的音乐一下，我立刻看阿达，我就想说，天哪，好，回到那个时候的时候，对对对。而且你刚不是这样讲。什么什么？我说什么？那个了的音有出来，很了。我说很热，今天摄影棚很热啊。好了，刚刚听的是快歌舞曲，接下来呢，陈优要带来厉害了。没错，没错，来，怎么了？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想欢迎陈优吧？人家表现得比你好不行，是不是？人家歌唱那么好，你就嫉妒是不是？的那个感觉，我们现在来带一些慢歌，好，多爱一点的。好，陈优带来的《多爱我一天》。请你只要多爱我一天，还有幸福的机会。Oh, baby, baby, baby.
地下街，出口在哪一边？思念是恒温的感觉。空旷的电影院，心里恍惚上演。Oh no， 是有你的从前，想为。再好好努力一遍，相爱的人不该再浪费分离的时间。哦，请你只要多爱我一天，不想和你说再见。我要你，我要你想起一开始拥抱的感觉。哦，请你只要多。证明永远的时间。哇，这两组表现的方式真的是太棒。对，一个就是跳舞，一个就专门唱歌。没错，刚刚这个 Saturday 表演完，自己感觉怎么样？没感觉吗？好，怎么会这样？不讲话。我是认真的想问，就是要 cover Energy 的这一个团舞，他们就是像你们这么会跳，会觉得哎 cover 以前的团体的歌会是觉得很难，还是怎么样的诠释？我们在排练中间有遇到一个小困难的问题。哎，哪一 part？ 就是我们要学习这段舞的时候，然后从那个 YouTube 上面找。找画质太烂，不是画质烂，是找不到。哦，对，他找了没有 cover 的那个素材，没有，你可以跟我借那个 DVD 啊，我之前都买了。你还有收藏吗？找找说嘛，改版 DVD 必买三张去签名。哇塞，三张哎，家境不错，家境不错。但到时候你们还是把它临摹出来。对，找很多很多个版本，就是啊，大概有三个吧，拼拼凑凑，极限只找到三个。先做了三个晚上的功课才开始跳，因为他们有现场 live 跟那个 MV live， 对，每一个特写画面的时候就可能看不到脚，这样就要找很多个素材一直拼贴。我刚看真的感觉很热血，但是还有个部分是 solo 的部分，对 ，solo 的部分就跟他们原本的不一样吧？是，刚刚是使出浑身解数，对，稍微。再来要表演是 Vera， 想说不能输。哦，我刚看大家这个哇。这个臀部的用力是真的，天哪，那顶到天花板呢！对，刚刚 Vera 好像看完他们表演就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吗？这样啊！哦，好期待你们，好爱挑衅别人。姐，等一下，我们的很不一样哦，这样子的感觉一直在呛笑。来，老粉啊，评一下刚 solo 的部分，有让你感受到？不会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本来就是要加自己的元素进去，然后他们又致敬嘛，所以就是把前面 cover 的很好，就是前面有最爱 Come On， 就是他们全部站一排。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有一个，你其实会跳，你想跳了，不会，我不会，来一下嘛，我是比较会唱，我头好痛，他等一下可以唱一下，但老实说，我觉得他们刚才的表演非常的热血，对，就是热血到会让人家觉得他们当时20年前的这样子的表演，其实是会让大家这么风靡，其实是有原因的，对啊，最沙的舞蹈团体，这真的是看到米迦勒之舞的片段，但是没有啦，没有那么疯，好，真的非常的厉害，谢谢，然后还听。到陈优的这个，对，哇，太好听了！但是在那个凹凹的部分是凹凹凹，你说刚刚前面的地方，他没有乱 R 一波，他没有，我们在下面说谁是很脏乱 R， 没有乱 R。因为就想说他们中间的部分是算是应该是算是他们的 freestyle， 所以就想说那我们也要有我们自己的版本。你们 free ball 哎，我们 free ball 在那边 all no 的那个地方，就 baby baby 到底，因为他们是一直 girl， 我们就啊 yeah baby baby 啊哈，然后制作人就说好就这样。喜欢，对，但我很喜欢多爱我一天，就是阿迪舒伟，就是他们是主唱副主唱嘛，他们就是很爱现场，就是会有一些就像陈友这种 freestyle R 的那种感觉。可是他们这个版本你也是很难得可以听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想说好啦好啦，唱的蛮好听的。还有还叉腰有没有？还好啦好啦，女生 vocal 跟男生也不太一样，嗯，所以这样合声起来，哇，现场变成另外一个层次，对，另外一个风味，哇，头皮一直发嘛。但 Energy 其实有很多抒情歌是非常好听的，非常多。好。
啦，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永远不说再见。第二次爱上你，继续只有我眼泪的味道。继续录啊，就继续讲。来，继续。好了，没有。不然我看今天你既然都这个状态，这么想唱，怎么让我这么想？我让你加入陈优，好不好？陈优 OK 吗？怎么样？我们帮你垫第一位，来中间，来中间，好不好？帮我垫一下。陈优跟这个，今天就当你的水饺垫。哎，我很紧张。水饺垫，他还真的有垫。那可能还要加 Vira 跟 Saturday。垫，你真的帮我垫大声一点吗？大声一点，这样子。来来，你要唱哪一首？你们可以吗？你们。那你们会什么歌？因为我是都会。哇，某年某月某一天。好 ，OK， 某年某月某一天。好。清唱怎么样？还想要 Q T 老师？我们没有 Q T 老师，可能要扣钱的。好，那你们唱，我 follow 你们。是这样吗？他们哎，不是你们是 C 位吗？我跟你讲，他们 follow 你比较有机会哦，比较有机会哦。好，好会紧张哦。好，你起，你起。好，我们一二三，一起啦。好，一二。他抓不到你的 key 啊，大姐。他要先抓，你先起个 key 好不好？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。好。低一点啊，低一点。他好紧张，你看他的手。爱到某年，好，一二三。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直到我微笑的闭上眼，闪到心里最后的画面，还是蓝天里的你。爱到某年某月某一天，渴望一直守护一个人的感觉。我邀请你一起去看一看永远。小心你乱呕的。好棒！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说可以耶，很会唱歌，很好听耶。不是他们的歌，我真的是疯掉的练这样子。用爱在演唱，因为是台下一定要唱，不然我们一起唱那一首，你也唱一下。在这一首吗？好啊，好了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再一首，再 uncle 再一首。uncle 你们刚刚你们是觉得太乱 R 吗？那换你 R 一下，换你 R 一下。我等下我 R 是那种从心里而来的。OK， 从心里而来的 R 来。那一首吗？副歌，副歌。再上，请你。刚刚是多爱我一天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好 ，OK 哦。不然每天都爱你一些吗？请你 okay, 只要好一二对，请你只要多爱我一天，不想和你说再见。呼呼 ，Oh no， baby， 呼耶耶，没有，我重新来，真的，耶耶，你个头啊！原本真的是这样啊，哦耶，是这样，哦耶，你直接去阿迪的角色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呼完了是不是？我好，呼完了，呼完了，我只在乎你啦，我们还有人没有表演，还有表演是谁？还有，好了，我们呼完就是抒情歌之后，还是要带一点震撼的舞台在这边 ，OK， 欢迎 Vira 带来的放手。Take this。每当看你微笑，就会感觉奥妙，除非鬼出窍。你怎么会这么好心，这么关心我的生活好不好？就知道你想耍我，我有把握。其实你想打我，还是快点上去让我踢一脚。还以为跑掉那么多地方，我就逃得掉。怎么知道你的伙伴比我到的快一秒？如何办的尴尬，你整装整套没人受得了、yeah。不知到底为什么，总是要把我捉弄。回家后无法轻松，我受够了你给的痛。Let's go, let's go. 你说的不舍得你给的痛。
结尾妖精是怎样？干嘛啦？我觉得你的欢呼好像没有发自内心诶。没有啊？有吗？不是啦。Bira 表演的这么精彩，但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却没有办法达到当年的感动。Why？ 怎么了？不是，没有。我刚刚有跟他们私聊了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前面那个噔噔噔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？I wanna pee。因为前面放手前面有一段也是就是像 Come On， 他们有一起一个就是一起的一个合舞，然后你可以教我们跳吗？教他们一下，你教他们。一下怎么跳？反正他们就说他们也找不到那个片段，这样子对就没关系。没有，我就没有这样自己学，很尴尬。你教一下嘛？没有，他们不是有这么前面有一个示范？我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开头。然后没有，他们就是前面有一个，就是也是站一整排的这样子，然后一整排到一起脚就是要这样有一个这样的舞步，然后哇很辣，然后就噔噔噔。确定有这么少女时代的舞吗？这是 GGGG 飞飞飞飞飞！我做的很烂，骗我！没有，是我做的很烂，但他们就是要一个被电到那个脚被电到那种感觉，更像尿急。好，请帮我找那个舞。我觉得他今天疯了，他今天疯了，不好意思。让 Vira 讲一下，是不是也是不容易找到很完整的片段？对，因为我们就是在网络上找舞蹈版。然后最高画质的就是《原子少年》那时候昆达表演的，对对对对对。但是我也很喜欢他们表演，因为他们就是还是有改变，而且那个蔡正已经大露点到，我已经一直 focus 他的那个。摄影棚太冷了，是不是？你没有在看我跳舞？有啦，就是你一直大，我就看到你的。他看点在跳舞。大点就是整个大露出来。看着两个点，还好吧？左边的洞，右边的洞。而且 Mira 今天没有要让师弟团呢，后面那个蒙起来，哎，真的哎，蓝弟也是在出，蓝弟很狠呢，蓝弟变得很狠，他已经跳到自己那个重心已经没有办法稳住了，那个等一下不要帮我回放，谢谢。就是要就是激昂哎，刚好这个音乐刚好是芭比弄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就刚好是我以前教课有教过的舞，然后就想说可以给大家使用，这个对，下这样子。好，那刚刚有谁落词了？谁？杰杰哥，举手3、2、1，芭比。但我不得不说 ，Energy 的 rap 真的不好跟，真的不好跟。因为我自己在 KTV 也是大乱唱这样子，就是真的不好跟。所以芭比刚刚有 last， Nielsen 也有，是不是？我可能辣拍。太快了，因为我要说放手是我小学毕业典礼，就是全班一起，然后我就看着 DVD， 然后教全班一起跳的那个毕业的舞蹈。所以副歌你还会吗？副歌，副歌就好。老师，来一下，5、6、7，走，跟我一起是不是？一起，五六七，就跟你说了放手，不要再听你的借口，还有爱，跟你说了放手。不要再当什么精神上的解脱，就跟你说了放手，我不再是你的玩偶，就跟你说了放手，从今以后不再让你欺负我。哇！为什么你们今天没有安排宇宙表演呢？没有，真的不要。他做舞台，这已经不是致敬了，就是是怀旧啊，怀旧是。你这么怀旧感，有了就会一首快歌这样。我今天大家表演都真的非常的精彩，对，所以你觉得怎么样 ？Vira 表演的。非常棒啊，非常棒！不是，丽姐是怎么了？没有，就他们就依旧是保持着他们平常该有的水准啊。哦，对，除了辣拍，团现在火药味是这么重的。对，你不知道师弟跟师兄团就是没有陈优在中间稍微调节一下那个舒适。但没事，我觉得今天三组表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，所以我们全部都已经烧成了一个光碟。哦，这个叫硬碟，那个光碟他们还是硬碟，是不是？硬碟。这是我们的要送给那个 Energy 本人。他们今天虽然没有来现场，但我们会把硬碟交给他们，让他们现场看 reaction。然后把 reaction 拍下来，对，所以他们也会看到你们的表演，就一些辣拍啊，然后一些步伐，手势比错啊，手势比错，手势还比错，手势比错杀人哦，好不好？我们请我们的那个美女外送员，对啊，美女外送员，小美女外送员，小美女，完了，哎，我的超甲组海鲜冻饭有在里面，来，吴波义来说句话，我们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你了。小美女出动，使命必达。
小美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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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接绊倒你。原本不是没有小美女吗？啊，早就不要给她麦克风，还推她有对啊。我们之后会把它录下来再给大家看啊。好，然后呢，今天呢这三组，我们今天也有一些宣传的东西要跟大家讲一下啦。对，陈优是不是要宣传？对，没错，耶。到底是 emo 还是 un emo？emo 就我们最近出了一个系列的 cover， 叫陪你 emo 系列，然后、哎、很重要哎。对，目前已经有三首，会陆续有新的歌，会有陆续新的歌。对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在数位平台上多多支持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然后现在深夜的时刻的确需要。对啊，而且不得不说，陈优的歌声跟和声真的是在深夜会好，可以好好的陪伴大家的心灵这样。对，那 cosplay 的东西就没关系。不是对人家的阿呜很有意见吗？你知道呜呜吗？那 energy 的歌就不用。不用致敬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其实放手这首歌应该也很算是在 emo 的歌里面吧，让大家放下。放手吗？哎，我们可以加码，可以加码，对不对？不一样的东西。最近尾牙季，你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在捐钱了？加码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呢多多去听一下陈优的歌。好，那接下来还有另外两组有要宣传的吗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新歌 Be the Best， 然后追踪我们的社群，然后有更多活动都会公布给大家，让大家知道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的新歌《要去》已经可以在各大的串流平台听到喽，然后更多我们的团体活动资讯可以追踪我们的 IG， 还有 YouTube。要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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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洗脑。好，今天谢谢三位来满足我们宇宙姐姐的心愿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来各位，现在这是完全娱乐的一个任务，然后他说有三组团体在 cover 我们的歌，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就是重新回归这个乐团之后，就是头也都震撼弹，怎么会觉得是震撼弹？自己想，自己想，对对，真的自己想震撼弹，震撼弹，绝对是。哦，因为他们是有些这两年流行原子弹嘛，对不对？原子创还有未来弹，那我们是震撼弹，所以就有一些团体在 cover 以前我们的歌跟我们现在的歌，是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顺便大家给一些修理一下，不是，给一些残忍，给一些建议，或者是说指教，指教。如果唱得好的话，我们就给鼓励这样子。那唱不好怎么办？那你就讲啊，我就讲你，对，没问题，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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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是当一线导师，我们再听你小声一点。哇！他们叫 Saturday。Saturday。嗯。他们叫 Saturday 哦。对。星期六的意思。对。他们对。也是原子少年的。对，原子少年。那你是原子什么年？不回答了。哎，他跳一样的啊。对，他们 cover 是我们原本的舞。他们后面他这样就破梗嘞。哎呦，哎，我们继续看，有变。有修一点，变。我觉得这些目前都是舞蹈的部分，让奶哥稍微讲一下。我觉得他们那个舞蹈的现在的感觉跟我们以前舞蹈不太，舞感不太一样。怎么说呢？怎么说？就是他们现在的感觉是比较年轻，不是不是，我们以前是比较顿点比较多，他们这个蛮流畅的。哎，等下 Lucky 呢？哦，哇塞 ，Lucky， 哎呦，哇，这个是很热情啊。哦，这个阿迪挂，其实他们现在 pose 都很会摆，很多那种细节的一些 pose。哎，哦，果然跟我们的有点小不一样。他们有加入自己的感觉。哎呦，哎，他知道这个手势，哎，加十分。这个手势给，因为其实他们光这个手势加十分，他们几个都算是很会，蛮会跳舞的。对，看得出来。土星嘛，Saturday night，Saturday 没有 night。我觉得他们就是有做出一个新的流行风，因为我们小时候 NH 是先练。算比较 hip hop 街舞，在排舞，他们可能跳了蛮多的 K pop 的舞蹈的舞感，然后再去练我们的舞，所以他们加的那个小的 vibe， 其实有点不一样，跟我们有点不一样。对，新的时代跳我们的舞怎么样？我觉得他们跳舞很棒啊，因为我刚看，我觉得这个年代就是我们小时候整齐划一嘛，这个年代就每一个人要出一点小特色，我觉得刚刚他们有做了，好，对，好，很好，跳得真的不错。总是要把我捉弄。Mira， 哎，和声，有和声，
哎、欸，等一下他们跳反的、哦，反拍啊，反的，哦，跟我们不一样哦。他们这一团就是有加自己的声音，有唱哦。哇，很 polo。哎呦，哎哎，哇，哇，这不错，这不错，这不错。哎呦，中国风的那个 solo， 哎，这不是蛮非洲的吗？笔电的音乐有没有看非洲中国风，等一下笑到很好看。结束，不错，跳舞，我觉得他们还蛮有那个巧思的，加了很多自己的味道。我觉得他们前后那个落差感有做出来，对了，我还蛮喜欢他们自己的这种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风格，对自己的风格，对。还不错，蛮好的。再好好努力一遍，唱的比 Energy 好哦，她是女生啊，蛮高的。啊，和声比我准。干这个事情。好好好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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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很有自己的味道啊，因为女生毕竟要唱男生的歌，而且是我们这种当初这种队是 copy 韩国的歌，其实这种歌翻唱，翻唱韩国歌，那其实这种歌也不好唱，真的不好唱。就像 Tomo 讲，就是他和声比他歌的还准。不需要听到我。我之前真的是听过他们表演，然后知道他们发片，还想说他们有一个演唱会，本来还想去看。就你很喜欢他们，就不错啊。那你 cover 一下他们的歌。好，这个问题就是呢，我希望他们未来出一些舞曲。和声一直都无敌啦，那今天刚看他们表演唱 Energy 的歌，对我来讲才恰如其分。那未来如果陈优呢能有一点小跳舞，像当年 SH 也会有一些小排舞嘛。陈优听到了吗？听到了。小跳舞，小跳舞。好，我哥要等你看，还给你们的建议。不要大跳舞，就是小跳舞啊！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三团，我们都还算是给蛮高的评价。是的，对，因为其实。过了二十几年，大家还是对于 Energy 就是还是有这样热爱跟喜欢的这种想要 cover 我们的歌，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开心。对啊，对，谢谢大家。如果还有其他团还想 cover 的话，麻烦请继续 cover， 对，欢迎。我们还有新歌。说到新歌，小记者有个私心提问，他说你们的新单曲《分合》也公开了，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？好的，好，来这首。哇，你接得好快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这首《分合》很感谢就是萧秉治，然后为我们做的曲，然后也很感谢葛大，对，然后为我们写的词。然后我觉得其实整首歌的感觉就是在讲述我们这二十年来，然后分开，对，心路历程。对，心路历程。其实很多歌词，我相信只要听到这首歌的听众朋友们，或者是其实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感觉，应该会是我们。陪着我们一路过来的所有的歌迷，对，因为很多歌迷已经私讯我，就是，他听到这首歌就已经哭到不行。那我觉得的确这首歌也是非常可以，就是，该怎么说？带入就是各种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路走来所有的经历，是不是？接下来还有很多我们录制的新歌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来见面，所以锁定我们的官方社群，你就可以知道最新的消息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在红白已经有透露了，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七月左右会举行我们的演唱会，在台北小巨蛋开始，即将启程。
对，所以详细的一些资讯继续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就会知道了。刚刚看到这个其实我有点感触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五个记得我们五个最后一次上完娱乐多久？我记得这个你都记得啊？你记得啊？对啊，以前太常上完娱乐吧。哇塞，你说说看，说说看，我五个最后一次几月几号？你要我背几月几号？没有了，几年了？某年某月某日。出来之后我们就没有出过。去班喽。那时候的主持人是谁？有印象吗？啊，那时候你们的主持人是谁？主持人那个时候善伟跟仁甫，仁甫，对对对。哇，你那个很呛哎。对，是，确实是啊。对，然后后来我上了班，但是现在二十年之后分分合合，我们现在 Energy 五个人一起继续完全娱乐，希望 Energy 继续下去，完全娱乐也继续努力。我谢谢你们。完全娱乐。